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OK。吹南风，浪比较大，所以今天要在大浪中坐上哦。错度，开工。就拼凑厚度，我们今天来个厚度爆桶，好的，就靠你的飞边厚度。我也可以开始贡献了哦。怎么要来啊？难怪我觉得为什么这么重，可是不会赔哦。可是你也不能让太多哦，你用几号线？好，那不用怕，直接给他起。不一样会不会是差多啊？哦，钓啊，耶，钓啊来了。
干，断线。赛事哦，越来越大了哈，快跟我小岛一样大哈了。好，那个轮呢？好，可以。